听说你想把你也挪死啊？没用啊！放心，你就是不会和人乱说的，要怪就怪你爸，一年连个影儿都瞅不着。厨房的大叔是挣钱呢。挣钱？给你还了吗？反正我爸给我们家买菜的冰箱，是你们有钱。比我有钱？我不在这儿给你们挖江，你能活下来啊？那也没有水啊。天不下雨，能怪我吗？你蒙怂。叫老三上来吧。快点。老三，这不一会儿下面不爷爷的坟吗？对，坟地坟。是日派夜的坟还是？还是白天他们去看那个？是埋坟，埋日派夜的坟，埋那个埋骨灰盒的坟。埋骨灰盒。坟包。还有一个烧那个就是沃土区。那我们先转那边。那边能拍吗？日派夜那个可以。那地方也可以啊。日派夜那个。就是像昨天那种，他们的怕拿着锹出去那个，就去接那个。你问一下，可以吗？如果说那个开坟的话，就可以。提供卡索劳动机构的检查来给他们。你先跑到那儿去找。然后跑哪？跑哪？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活命了？我觉得这个坡也就那羊能走，我走不了。对。下去上去就上不来了。就是你得想好。上是能上来，就是你要上两趟就麻烦了，就是这一块我觉得。刚才从我们那个捡那个铁丝那块很好看呀、没问题，不大，非常好看呀、问题不大，但是我得下去，我看你这从来没下去。这再往下就得沙着点了，这就不行了。这还不好，但是器材不行，不麻烦。对啊，不是吧？这就得。无关人员不要下来啊！这边下来，特别是小孩啊，很陡，拿一点沃土。走啊，下去啊！一样的，走了，赶紧下去。两个小时以后见。Several days later。完了，上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我一身汗，我。要不然在外面压力，你在后面压力。拼鞋的时候。那我从马拉松最后一个选手，我要体验一下马拉松体育精神，坚持到最后。面朝黄土，背朝天。大家跟导演招个手吧。导演加油！加油，康总你。出汗了。喝了以后。下来了，我们转的是对的，那边还没出台。烧纸，然后磕头。好，有火柴吗？差不多。哎，我想打。那不火枪，那火柴点。尿床了。火柴点，打火机、火柴都行。打火机也可以。2009年已经有打火机。打火机行。可以，怎么不行？打火机为什么不行？老传抽烟的为什么不行？现在打火机就行。那有带笼子，不要蜡烛，就要蜡烛点不着，这蜡烛点不着。我也防风的，你那是防风的吗？我不是防风的，不是防风的，行，带笼子，就一次性的那打火机，没那么那啥，这太洋气了吧？这咋洋气啊？5毛钱一个那个小卖部的，撕点，没事，打拳，你先烤一下，这个一接就行了，接，接。这么多钱呢？像地上用脚呲一呲，做做旧不就完了吗？看得见，看得见，那不行，这不行，其实我看得见，
他几九十不露字儿，我就我这房子行。啊，牛逼！你看中间的人，这儿行。对，找个什么东西能够给它固定的，这儿也不会穿帮。直接穿了？没有。这肯定穿了。不会。不是牛导这有监视器。看不到。这样行吗？在这儿，这底下这儿。那就在那儿。你看吧，你看你的。哦。直线距离在那放着，就说吧。哎，这差不多，这差不多。啊，摇过来之后，看着爸爸把话说完之后，妈妈可以蹲下来把那个纸啊什么掏出来放在这儿，让爸爸蹲下点纸，点完纸之后叫我头过来磕头啊，都有点动作的时候。来，再看。摇快，到秤上看它。这回它摇快了一点。那个打火机是不是得确保那个打火机要 OK 的？拿一个过去。啊，防风对，有防风的吗？有。来拿一个防风打火机下去啊！再来一条。来，底下磕头。啊，磕一个直起身来，直起来，骆驼。哎，磕一个直起身来再磕啊。好，起来了。牛的数量啊，现在都不像兔子了，优秀，一些出汗。等这次风过去。给建个水泥房，咱保保险险。是哪来？咱们常务也帮着一块弄一下呗。江瑞，江瑞，你快给他弄平了，注意安全就可以。我这么高啊？不用，这是马脚。不是太高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上面埋了一个小鼓形的一个锅。一个锅？不要那个鼓，我操！不要那个鼓形的呀，平的就行。那鼓形的反而显得有点怪了。平。来，把你们那三个铁锹插着。围上也行，涛哥，你后面插上铁锹，插一圈也行。涛哥，哎，啊不是，旁边接住你脚底下那个是吧？不是接头那个地和地和是土那个接头那个。我这个车好用。对，停拍一拍。就是上面撒一层干土是吧？对，太聪明了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呢？不是这样的。现在这个再走。哎呦，这。好了，
跑，回头跑，对，回头走，嗯，对，好，不给了，停在这，对，好，好，好，开，开始。就有两个，你看挑两个，两个有这个全副武装的，有一个就是只有这个，就是他会拍照，让他拍照，让他俩那个什么，带上八连套，但是他啊，我知道，两个全副武装的，有一个是穿夹克一双，穿夹克，就穿这样的衣服一双，就不用全身武装了啊，我知道，那他这裤子你太大了吧，裤子等一下我再看一下。哪个这个是吧？我挂在边上。对，有小的赶紧调一件，调一件。然后让田书记和另外两个村民跟着。嗯，好吧。好，让那个谁，我先通知。让田书记他们手上拿上铁锹什么的，拿上那个锄头、铁锹。啊啊，点点。我说吧。我要给他把那个铁。哎，各位说，第一个警察一定要跟紧老九啊。见没有？好。行，我们去背跟一个。저희이거엎히고백팔로할게요。开始。咱们那个第二个警察过来的时候不是这样探头，他是觉得说那个探头的就提前把那个摄影机这块给挡住了，就是防止有点阻碍。嗯，你把那个老警察挡住。就我们可以就别这样，就像原来一样，这样站在一旁可以稍微错一下，错一下，往后错一下，往后一点。第一个警察的机位拖。我是那个老九哈，跟着我们不是？跟着我来，跟着我到这儿了。哎，就这儿。就这儿就行了，懂吗？错开了吗？咱们都然后他先到这儿了，然后你慢慢的往上蹭两步，稍微蹭啊，懂了吧？啊，懂了吧？你别挡住他，懂我了呗？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这个意思，知道了。第二个警察的意思啊。你看哈，你们来最后跟着我跑啊！来，第二个警察，你是拿相机，你是第二个，你第三个。来，第二个，3、2、1，跑到这儿，我到这儿了。这样，哎，好。好，等它转了，慢慢的，你看，等它开始动了，慢慢的往上走，懂了吧？懂。你们余光能看见它动吧？能。转吧，对吧？等它转了，你们慢慢往上走，懂这个意思吧？一开始是斜线，好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别把老铁挡。